打开软件，选择通信端口设置，选择任意一个通信端口，点击确定，选择读屏，再点击确定，正在读取数据。然后手动输入频率，输入接收频率和发射频率。输入完之后，再点击写频，把修改后的频率写入对讲机，点击确定即可。